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，是一场次羽量级的超级战，魏瑞对阵马丁姆的比赛。我是评论员王腾霄，我的搭档呢是著名的评论员王彦博老师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现在看到魏瑞的反架又出现了啊！在一上来以后，魏瑞的进攻还是不错的啊，一拍击的前手刺拳，后腿的扫踢，低位的扫砍，对方也是久经战阵的选手了。是。整个呢上来之后呢，魏瑞依然是保持了一个很好的状态，因为最近一段我们就知道魏瑞一直是上升的这样一个进攻，是的，竞技状态。在四天王的这个私下来说啊，据说魏瑞的拳法是最好的，但是本次是他的兄弟邱建良来打拳击。这一下震得可不轻啊。是，两个人换腿，腿换拳，在对攻中啊，魏瑞总是选择了自己的重击来换对方。漂亮，后手拳，擂台有些滑，应该是是，但是魏瑞这个迎击的机会抓得也非常准。对对，漂亮，这串直接是不给对手任何的机会。刚才魏瑞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，自己的这个现在没有说要挑战谁的这个想法，而是谁来挑战我。这是一种这个会当凌绝顶的感觉。是。那么魏瑞刚才在赛前采访我们也知道，也要转型综合格斗了。四天王的综合格斗首秀，我们还是非常期待的。对，这个呢是让我们觉得这个跨界有新的感受啊。对，毕竟不是同一种运动。对啊，没错，他们的战力水平很好，但很有可能面对缠斗系选手会吃亏。是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可以在他们转型的时候，不要以他之前的这个成就来衡量。是，顶膝。低位的扫砍，换一下，再次扫砍到大腿，后手拳，再一次前摆。在赛前也是咨询了魏瑞啊，这个婚礼婚期是什么时候啊？非常隐晦的避过去了。看来这个还是想保留在他们两人之间的小秘密。是是是，我们送给他祝福就好了。对，没错，八卦不要打。对，这样还可以不随份子。好，前手平勾，后手直拳，中段，漂亮。魏瑞自从这个跟日本选手打了以后，我们看他的这个腿皮膝的这个变化还是很明显。对，但是其实呢，马丁姆呢本身他呢也是一个腿法攻击力很强的一个选手。而且这个乌克兰的选手啊，这个意志力一般都比较好，很难摧垮对方。刚才我更倾向于马迪姆的那两次，就是由于魏瑞的精准迎击，但是力量不足，而且马迪姆自己有腿脚下滑的这个问题。对，你看，看是这脚滑了，是。还有这个是迎击的准确性加上脚滑。对。前提还是这个魏瑞的这个迎击的这个准确性在。现在呢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回合啊，这是今天的两位选手的第二回合。连续的高扫，中
段的扫踢，我们看魏瑞还在找机会，往里进，往里进，三角形进攻。我们分析过魏瑞的这个进攻方式，就是像一个把自己的前脚变成三角形的前端啊，把自己的后腿变成三角形的后背的两端的一边，对，这样去打击对方。现场的观众也非常的激动啊，哎、特别兴奋，没错，开始给魏瑞加油，转身的后摆。魏瑞每一次出拳啊，每一次出腿都会有现场叫好的声音，受得了。变线啊、哦！魏瑞没中啊，是。那这场比赛，很多球迷肯定也对魏瑞的这个期待值非常的高啊。之前的这都是 KO， 连续两场比赛都是 KO 获胜。没错。那这场比赛我们也看看啊，魏瑞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这样一个状态？从目前来看啊，目前看魏瑞还是有优势在。对，魏瑞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他即使跟你拼拳的时候，也会用最小的损失来达到最大的效果。对，是的。转身的边拳，但是没有打到魏瑞，往里进，后手推开，依然保持在这个擂台的一个三角形的这个固定性上。是。第一位扫卡，两个人的对换，依然在进攻的魏瑞，啊，拍了拍自己的这个护裆，对，啊，手是挂到了。中断。哎，伏地扫，可以说魏瑞是四天王里面出来的比较晚的选手。嗯，是在之前，铁英华应该是比较早啊。啊，邓泽奇还有邱建良，但是魏瑞的，我觉得成长速度非常快。舍身踢，一个舍身踢，动作很漂亮，但是没有效果。是的。哦，右手拳轮到了魏瑞。漂亮，这狙击很漂亮。对，戴夫达佛中断前后手。现在就我们看到这个魏瑞的是花样的进攻展示，各种不同的方式。据说魏瑞的武器库是最多的。这个最不愿意采访的对手就是魏瑞，颜值被我被爷拉低了好多啊！这个由于魏瑞的反衬啊，那你说我接下来会来一个得罪人的问题，你最愿意采访谁？当然是我们敬爱而熟悉的王腾霄老师啊！行，好，我就认了，对，只能欺负自己人了。来看刚才这个慢镜的回放，这是瓦迪姆啊，非常漂亮的一个舍身的动作。应该说魏瑞呢，在这场比赛当中，尤其这回合啊，依然是表现出了很好的一个状态。看一下最后一回合的比赛，魏瑞的后腿的扫踢，前腿，魏瑞的进攻永远是一个箭头，侧踹，哇，漂亮漂亮，很有力量的一个中段，通过瓦迪姆的进攻和防反的能力也非常的好，确实是。在魏瑞呢如此精准的这个进攻的之下呢，马丁姆还是在一直努力试图尝试要想反击，没错，并且呢也有效果的。轮摆，再一次魏瑞往前进攻，后手摆拳打了一个二次防反，
红熙。说实话吧，提姆在这场比赛中，表现出来的技术还是不错的。对。但是依然没有办法压制魏睿，是因为目前呢，我们看到魏睿首先这个现在竞技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啊，再有一个呢，就是目前呢，我们看到魏睿整个的他的这个状态，自己调控也非常的合理。好，手枪。前面的扫踢上钩后直。那这场比赛呢，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，对，从瓦迪姆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很难打的比赛。对，完全的自己的优势呢没有被释放出来，完全被魏睿控制住。后腿的正蹬后直拳，中段和前摆，魏睿的后直拳，比赛还有一分多钟，这是推倒了，是。这个也能看出来瓦蒂姆现在这个体能消耗也是非常大。其实跟魏睿打，我觉得很多时候你的体能会消耗在你的精力上、注意力上。是，那你一旦出现破绽，魏睿马上就敏锐地抓到了。我们看又一个拳手平勾，但是马提姆这场比赛表现得已经非常不错了。你的失误、你的破绽无处遁形，对，这给人一种特别别扭的感觉。是的，心理状态是容易被有影响。是。马蒂姆，我们可以看啊，这个在这个腰腹这个位置啊，其实已经被魏睿的连续的正蹬啊、扫踢有持续的累积伤了。哈哈。啊，这场比赛是一场技术的对决。对。啊，两位选手在进攻中都试图给对方更多的这个机会，但是自己把握出来了一些机会，可是，在对攻中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火爆。对，哎。这场比赛呢，应该是在平稳当中见技术啊。这个整个的对打当中呢，我们要看细节的。两个选手都是这个小组织的王者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这个魏睿在这场比赛里边应该更多的是一个练兵。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的技术组合。对。而马提姆这场比赛更多的也是一个稳健，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有大将之风的比赛对决。让我们期待一下官方的判定结果。下面宣布比赛结果，一号裁判员30-27，二号裁判员30-27，三号裁判员30-27，比赛结果红方胜，魏睿获胜。有请颁奖嘉宾勇士的荣耀创始人、经委会主席、万米阳传媒董事长张经洛、安徽百姓世家建筑庄。